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呢是2017年12月21号，星期四，农历是11月初四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下面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。感谢师傅。啊。师傅。啊。讲吧。师傅。请讲。听见了吗？听见。嗯。啊，听见，听见了，哎呀，师傅你好，终于打通你电话了。嗯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这2010年的属虎的女孩，你看她身上有没有灵性？2010年属虎的，2010年属老虎，身上有灵性啊？啊？有灵性，有灵性啊。嗯，是什么样的灵性呢？什么样灵性？鬼啊。晚上我叫他来找你来，啊，你来看看吧。 是那个念经就好了，不要去问了，念经就好了。啊，念经就好了，不要去问了。念多少张小房子吧，师傅你告诉我。68。68张小房子。嗯，放生多少条鱼呢？1200条。200条。嗯。嗯，他的耳朵为什么他耳朵老是发炎呢？总是有能出水啊，能啊。没鬼，发炎。没鬼的话会发炎吗？很臭的，三岁就开始了。我问你，没有鬼怎么会发炎呢？有灵性啊，没听懂啊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嗯，是药精的，对。药精的有了才会发炎的。那给他念那什么，念那个68张小。我讲个事情给你听听，一个小孩子生出来就有中耳炎，一直流脓流水。生来就有。结果后来他自己他医好了，很长时间不发了。医生说不会再发了，但是后来灵性上升了，就找那原来那个肮脏容易生病的地方，他又发了，也就是告诉你灵性可以诱发你身上的业障和身体不好的地方。听得懂吗？那他妈给他念了那个500张小房子，完了还是好了一阵，完了又开始犯了。嗯，不会的，不会那么快的，这种灵性病他不会那么快的。不会那么快的。好吗？好好的念下去。他经常梦到那个观音菩萨还有师父，嗯，抱着他，是怎么回事呢？他是加持啊，是不是这还不懂啊？啊，是加持都不懂啊。是不是他是哪来的？从哪来的呢？天上的童子啊。就是因为偷听一些不该听的话。我告诉你，天界有很多规矩的。是吗？对呀，天界有很多规矩，因为有些菩萨讲话呀，比方说玉皇大帝啊，他们讲话，你不该你先同听的，你去听了，你就有业障，你要罚下来的。他爬下来的。罚下来的。喂。你的耳朵没进水啊，你听听话听听清楚好吧。我说罚下来的。爬下来的哈。罚啊。他还要罚。是吧？那我再问一下，那我的5-3年的蛇，我的眼，你看看我的眼睛怎么回事，到底是。我都念了2000多张小房子了，还是不好。有一次我看了你不能用这种心态的。84张。然后呢我念完以后呢让我放80条。喂，你听我讲好吗？听得到我声音吗？你听我讲好吗？我三年的蛇。你听我讲好吗？好。不是说你念经的时候你要一种心态，不是说我念这么多怎么还不好啊？我过去都跟你们讲过的。不是这样，不是。你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他灵性不会走的。你明白了吗？不是这意思。我是说我你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这些告诉我，我就念84张，我就念完了。你念的时候你不能这么想的，你不是骗我。你灵界的灵性特别敏感，他觉得你要赶他走，他觉得你不好好还债，
他就不走、哦、你听得懂吗？嗯，哎，你少说话，多要听啊，你这耳朵也不行啊，真的。嗯，听不清，主要是这个声很小很小。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53年的蛇。蛇是吧？53年的蛇。53年的蛇。你想看哪里啊？讲吧。看就看眼睛就行了，别的不用看了。53年的蛇。啊。视网膜混浊，啊，视网膜混浊，听懂吗？懂，视网膜混浊，而且这个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吗？师傅？而且你还要点那种老年性白内障的药。啊。你的眼睛，眼底已经有一点点白内障了。哦。听得懂吗？我看看那个师傅，你再给我看，这个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你好好念吧，这个需要80张。哦，80张。嗯，好吗？放生多少？放生2500条。嗯。放生2500条，好的，嗯、好的。好了。师傅，那个，那你我看我的业障比例有多少呢？几几年的蛇啊？53年的。26。26。嗯，你要记住啊，你这个明年有、嗯、过年之前有关的啊。过年有关，有什么样的关呢？摔一跤啦，啊，你怎么这么一点不开智慧的了？嗯、哦，傻傻的。摔一跤了什么？你好好念经啊，你真的，好的你一辈子不开智慧啊，真的，嗯。好了、哦、好的，好了。师傅，你这里看呗，78年的，你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，属马的。男的，女的？女的。有啊，有灵性。有啊。嗯。经常发脾气。那也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经常发脾气，65张。好了。65张。不能再问了，再见了。嗯、啊，那个鱼放生多少？好了，再见了，自己随缘吧。好的，放生鱼导师、嗯、看一下好吗？再见了啊、哦！不要不听话，你不听话师傅不喜欢的、哎，不要不听话，给人家打打。哎，好的，谢谢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好，再见，嗯。要听话的，每个人学佛都要听话，不能这么自私，对不对啊？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哎，你好。喂。哎。你是师傅吧？是啊。哎呦，哎呀，打通了，师傅。哎。哎呀，感恩，感谢你，辛苦了。请讲。我问一个呀，今天看图腾吧、啊、师傅。看。哎，师傅，我问一个呀，97年出生的，属牛的，是女孩。看他这个，一个是头头的颜色，再一个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。你想，我一个一个问吧，师傅，请回答。97年什么？97年属牛的，是个女孩。啊，我看看啊，想看什么讲吧。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啊？有啊，肠胃上有。肠胃上有。他肠胃不好。他这个对。需要多少小房子啊？67张。67张，放生多少鱼啊？900条。900条是吧？嗯。哦，哎，师傅，我还是，他是一个大学生啊，他在厦门大学上学，他想着出国，看看他这个怎么样，他的前程啊，现在上大三，计划大四完了以后到外国呀去读研究生，看到哪个国家比较好。师傅麻烦你看一下，师傅，感恩。他属蛇是吧？不，属牛啊，97年属牛的女孩。我看看啊，今年属牛，嗯，你这个女儿现在是不是挂着眼镜啊？戴眼镜的？哦，对，戴着眼镜，对。我看到他。啊。他以后可以到欧洲去。到欧洲好是吧？对。到美国去怎么样啊？美国差一点，嗯。啊？
美国差一点。美国差一点，具体欧洲哪个国家不好说，是吧？他要学英文的话，他可以到英国呀。到英国学英文，他呀现在学的什么呢？电子计算机类的，他要是学台会。台会。你要叫到美国去的话，叫他千万不要在那个在那个，要到东部啊，到东部，东南部啊，东南部，好吧，啊，东南部。哎，感恩师傅。还有一个呀，他脸上啊有好多的疙瘩，他那个手啊也有问题，你能看出来他那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个女性，他妈妈生他的时候吃了太多活的东西了。哦，他妈妈生他就吃了太多活的东西。那么他这里是不是灵性病吧？应该不是。你可以叫他赶快念往生咒啊。哎，他现在一直念经的，师傅，他是个大学生，虽然说没认识师傅，他一直没有停啊，做功课还念小房子，因为他比较忙，有的时候呢就念，需要放假的时候呢，在一个假期里边念十多章呢，他现在每天都在念经啊。好好念，啊，好不好？哎，好好念。喂，他什么？喂，师傅，等你的，麻烦你啊。你说什么？他这是十个往下都是凉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眼皮上下。眼皮上下有的时候他也有问题啊，这红肿啊，痒啊。我就跟你说，这是灵性病吗？这个就是血液的问题。你记住血液的问题啊，血液问题的话就是跟他自己吃的东西有关系。如果医学上来讲，就是身体他的吃的东西太热了，而且呢这些海鲜呐、这些东西啊，你叫他尽量不能吃了，明白吗？哎，师傅，我跟你说一下，我们这个外资啊非常虔诚啊，他现在都吃素啊，他不吃，根本不吃，不动海鲜了，已经不动了，小时候吃了。吃了多少时间问题？海鲜不吃素啊？哎，吃多少时间了？吃有两年了，师傅。有两年是吧？我给他看看啊。啊，这就是业障。哎，赶快！他给吃了多少小房子啊？你叫他再念96章小房子，应该就好了。而且叫他，我们给他念什么样啊？他不相信的，他自己也要念。不是他不相信，他上大学他没实验，他只有假期念个几十章，念个20-30章。要记住，每天功课要做至少，好吧？对，做着呢。好了，你告诉他了，你告诉他，叫他好好的。好好的修心啊，菩萨会保佑他。我今天刚刚给他看的时候，我一般的，所以我都不愿意讲，就是帮你们看，一定会有专人在天上，护法神就会来保佑了，听得懂吗？哦，好的。再一个问一下师傅，感恩，他那个图腾颜色是什么颜色呀？橘黄色的，是什么黄色？黄色，橘黄色的。橘黄色，好。哎，师傅，他的业障比例是多少？26。26，好，感恩师傅。哎，麻烦你。好了，这个小。师傅，你听我说，麻烦你看一下1944年一个属猴的好吗？麻烦。男的女的？啊？男的女的？1944年属猴的是男性吗？我就是我本人，师傅。属猴的是吧？哎，对，要特别当心啊，事业有一点点阻碍，也是肠胃不好，腰不好，肠胃不好，关节不大好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小便不大好啊，肾有点亏，其他你想问什么你讲吧。我这个图腾颜色什么颜色？白的。穿浅色衣服比较好是吧？对。我业障比例是多少现在？24。24。哎呀，师傅，感恩呐！前一阵我那个预约的时候，你给我看了一下，我前一阵啊还是29呢。就是我现在身上有皮肤病，就是牛皮癣，你给我看出来了。上次，不是本人打通的电话，打的预约电话，师傅，你还记得可能？你记住，你记住，就是因为过去跟那个活的东西太多，过去。
那个这我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一直念吧，念到好为止，好吗？念到好为止啊！你好好听听你太太的话。啊，你这个人啊，你这个人一辈子啊，你这个你是自己这个人是挺好的，但是你有时候脑子有点糊涂。你太太呢，经常能帮到你，她比你脑子清楚。但是呢，你要劝劝你太太呢，叫她气量要大一点，就这么一回事。啊，气量要大点，让她啊。嗯。好，感恩师傅。我的这个什么，我们家佛台怎么样？我们家佛台呀、啊？还可以，蛮好的。嗯、还可以啊。菩萨来过没有？来过。女儿的前途不要担心的，皮肤要叫她好好念，多放生，鱼要多放。好了，这个说谁呀？说我呀？女儿，嗯。哦，女儿，哦，那个外孙女啊，行。这个，哎，师傅，问一下那个，莲花呀，1982，我的。嗯，你还蛮会渡人的，所以莲花还在。嗯，还在啊。哎，师傅，我问一下我老伴儿。哎呀，感恩。20500。啊，也在。哎，好了，也在啊。好了。对了，他的图腾颜色是什么？好了，不能再问了，给人家问问吧，太多了，时间太多了。哎，感恩师傅，谢谢，再见，祝你身体健康。好，再见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么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新年快要到了啊，现在呢，新年快要到了，希望大家呢多念经啊，多多的求菩萨保佑。一个人呢活在世界上的信心是最重要的，没有信心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好自为之啊，好好努力啊，啊，世界上任何的事情啊都是有因果的，有因必有果。有因必有缘，所以很多事情啊，不要去怪别人啊，主要还是从自己本身身上找毛病啊，好好的改变自己，好好的能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踏实啊，做人也好，做事也好，学佛也好，都要变得非常的踏实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。那个麻烦您帮一个同事看个图腾。那个是13年属牛的。我的手机。13年属牛的。哦，对，帮他看一下那个身体健康，就是他俩腋下很痛，现在。13年属牛的很小啊。73年。哦，73年，哎呦。嗯，看什么了？男的女的？女的，她那个身体健康，就是两个腋下那里很痛，现在有肿块。嗯。啊，有东西啊。真的有东西啊。淋巴，而且有两个肿块，现在消不掉。嗯。这东西跟他身上的业障有关系的。那叫他好好的念了，我告诉你，感情上有欠缺，有人在弄他呢。那好好忏悔。第一，好好忏悔。嗯。第二，要多念经。啊，然后要真心向菩萨忏悔，对方有点给他下杠头了。嗯。很长了，很早了，大概至少有3年。嗯。哦。你就问他好了，这两个肿块也就是2-3年之前才发现的。哦，那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先念吧，念小房子没用的，念108章，不是单单小房子，要自己诚心忏悔。嗯，好。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了，师傅。好了。嗯，那放生需要多少？800条。好了。嗯，好，感恩师傅。好了，再见。我们就看一下莲花。
你讲话快点好吧。好，对不起师傅，7355。7355。嗯。7355，男的女的？女的女的。哎呦，莲花怎么掉下来了？哎呦，所以他最近一连串的倒霉啊。哦，是的师傅，是的。哎呀，莲花掉下来了，哎。哦，掉下来了。啊。那怎么办呢师傅？怎么办？我知道啊，我怎么知道啊？自己一定做了有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，或者违愿，或者造了大口业，或者做了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，听得懂吗？啊，懂了师傅。好了，就让自己忏悔，忏悔完之后，以后师傅在收弟子的时候，叫他站在门口远一点的地方，他可以求菩萨的，有好几个五个人就这么求上去了，莲花又种上去了。好的，好吧，好了，再见了。那能帮我们那个房子看一下有没有灵性吗？就我们住的房子，我住的房子。不看了，下次看吧。好了，再给人家打一个电话吧。再见了。好，谢谢。嗯，打不进来的人急得不得了。所以学佛要每天学，念经要每天念。啊，做好人要每天做，做好事要每分钟都要想着，学菩萨时时刻刻。所以一个人能够帮到别人，就是靠他平时的功力，时时刻刻。所以希望你们要好好努力，有时候不要到了啊事情发生了才觉得难受，啊就是靠着平时，啊平时每天都要努力呀、啊、努力呀、啊。念经啊念经啊，看看人家的成功都是得来不易的啊，并不是你自己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，是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啊，彻底明白这个世界上世事无常，彻底明白啊我们到底到人间来干什么的，不浪费任何一分一秒的时间啊，抓紧自己的境界，不要让它放松，不要让境界掉下来，因为境界掉下来之后你就很难再放上去。所以这个希望大家要真心啊，真心真意的学佛啊，完全要明白学佛的真谛啊。喂你好。哎呀师傅太好了，感恩师傅，快点，没几分钟啊。哎，好，谢谢师傅。有一个男同学，1994年属狗的，然后那个您给他看一下，然后那个他就是说，他说他梦到净跟那个观世菩萨和斗来正佛在一起天上，你看一下，1994年属狗的。1994年属狗的，男的，想看什么啦？那个要看一眼他的那个就是身体，他脑袋。哼，脑袋有灵性啊。啊，念多少张小房子，咱师傅。86。啊，好的，放了多少条鱼？2200条。啊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他脑子里过去一直想。啊，我是天上下来的，啊，我是什么鸠占生活边上的，所以他的幻想就出来了，有灵性在身上，他就给他幻想。你看他这个样子，你看他这个脸，你就知道了，像不像菩萨啦？怪怪的脸，两个眉毛倒刮的。嗯。嗯。好的。师傅什么都看得见的。明白了吗？您说的太对了，今天早上他跟我说，他说他长得像斗来正佛。看见了吗？我没看着，我不知道。看见了吗？跟你说的，身上的灵性就是说你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。嗯。明白了吗？嗯，是的，是的，明白。然后他提供了三个名字，他说做梦台长给他起了三个名字，其中一个是叫做谢雨红，谢谢的谢，雨露的雨和。
台长那个红，然后呢这是一个名字，还有一个谢雨宝，然后还有一个谢雨慧，他想问一下师傅，那个梦中师傅给他起的谢雨红可不可以用？那可以用啊。他原来叫啊，那好的，听懂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师兄，那个师傅请帮他看一下，他是孩子是2007年属猪的男孩。2007年男孩。属猪的，多少张小房子？身上有没有灵性？有啊。嗯。有灵性啊。嗯。好几个呢。啊，多少张？好几个，他说他可不听话了。嗯。嗯。两个，而且他这个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自说自话，根本不理人的，嗯、想干嘛就干嘛。嗯。家里人都说他脑子坏了，家里人都说他脑子坏了，嗯。太对了，太对了。嗯、明白了吗？感恩师傅，明白多少张小房子，多少条鱼？小房子65张，放生。好。放生220条。啊、嗯嗯，好的，两个灵性才65张，是吧，师傅？对，你想多一点啊？嗯、好的。你先试试看呀，我给他开的这么低嘛。你叫他先试试看呀，说不定就走了呢。感恩感恩师傅。然后一个亡人孙福昌，孙悟空的孙，福气的福，昌，昌盛的昌，孙福昌，哪个道？几几年属什么？啊、哦，哪个道？孙就是孙子的孙呐、啊啊。对，孙子的孙，福气的福，昌盛的昌。什么时候走的？哪个道？那个没告诉我，就说1940年生人，一年之内吧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这个人已经到天界了。啊，好的。眉毛还要再推一下吗？他的眉毛跟眼睛离得蛮远的，嗯，我看到。嗯嗯、那还要再给他念吗，师傅？随便了，随便了。好了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嗯，行，最后一个莲花26029，他中了没？他不知道。26029。26029。对。26029，26029，中上了。好，谢谢师傅，再见，感恩师傅，拜拜。再见。嗯嗯，拜拜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。